善良、中立、邪恶，在你眼里我属于哪一方？暗黑的力量即将降临世界，勇者，快踏上旅途吧！游戏开始，来选择战斗命运的方式吧。他们都说龙是自私和贪婪，但我想那只是因为没人愿意和他亲近罢了。嗨，做生意嘛，首先得交朋友咯。交朋友呢，首先得一起找找乐子，跟朋友玩乐呵了，什么合同不是手到擒来？只要有钱，有的是苍蝇围着你转。不过嘛，苍蝇有时候也挺好玩的，你说对吧？